厨艺小能手马凡叔首次尝试制作翻毛月饼，他能成功吗？咱们今天是做翻毛月饼，这个是叫水油皮。哦，这是干嘛呢？这叫开锅，这是面粉，把它开成圆形，里面放咱们应该放的东西了。哦，这个里面是固化的猪油和水。你是厨艺小能手？因为我对这个东西就特别感兴趣。这个咱们正式进入开酥环节了。要大概叠多少层才够啊？30多层。30多层。好了，咱们可以动手。275啊！你看你这下手不狠。不够。哎，正好哎，一刀准270。那就可以包了。连吃带掉哎！我看看啊。我是因为没有板子。我要给我自己做的这个压戳戳喽。成功。凡凡还是太全面了。